诸位雅士，今日有幸汇聚于此，共赏丹青妙笔，实乃人生一大乐事。吾闻现代之士有国家公园之设，集自然之精华，会生态之大观。若诸君有幸，不妨一同穿越时空，游历国家公园，亲历画中之景，岂不快哉？首幅画卷名为《春生江源图》，此乃三江源，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三江并流，万物生机勃发。亲临三江源国家公园，感受那春日里江河的澎湃与生命的活力。第二幅画卷名为《熊猫石竹图》，绘国宝熊猫石竹之趣。熊猫憨态可掬，竹叶清脆欲滴，动静相宜，妙趣横生。一步大熊猫国家公园，一睹国宝之风采，感受竹林之清幽。第三幅画卷《秋风虎啸图》，金黄的落叶随风而舞，东北虎、东北豹在林间悠然徘徊，威风凛凛。踏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，聆听虎啸与秋风，感受森林之王的威严。第四幅画卷《热带雨林图》，会南国雨林绿意葱茏之貌，古木参天，藤萝缠绕，鸟鸣山幽，流水潺湲。穿越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，探秘雨林深处，领略绿意盎然的自然奇观。末幅画卷《武夷仙境图》，会武夷山色，仙境之幽，丹霞地貌的奇峰异石间，茶香四溢，云雾缭绕，如入仙境。吾等最后一次穿越到达武夷山国家公园，漫步于奇峰异石之间，品茶香，赏云雾，享自然和文化双遗产。山河依旧，岁岁年年，诸位君子，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。此言深意乃告诫吾等，须珍视自然之馈，以和谐共处之道，护山川河流，育草木禽兽。今之国家公园正是秉承此道，守护自然之宝库，传承生态之美，共同守护这片人间净土，让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美丽中国世代相传。